别搬，拜托了，我的感觉来了，兄弟们，好不好？我的感觉来了，你相信我。他不会进的，别进啊！灵性小狙击，起飞！最后一班，班蓝呢？我直接异变狩猎加鹰眼。好吧，午夜神狙，这把15分钟内结束。这局要凉，笑怎么凉呢？你告诉我。神狙在手，天下我有，兄弟们，禁止等下扣六，好吗？啊，等一下不要看我各种乱秀，在这里扣六，这样我是不接受的。小铁剑已买，剧本写好了啊。有皮肤不换，那皮肤线别人有点看不到，用这个红线，哇，必须让他看到。小老弟呢？啊，怎么这么歪？啊，不是，他 bug 了呀！还不明白吗？告诉我，你有跟我对线的资格吗？该卡了一下 bug 好不好？明显我在这个草，结果这个子弹从这边出来了，不怪我。一手神奇狙击，两枪直接给他拿下，中路直接爆炸，好爱。什么胆敢露头？不懂事儿。笑，什么意思？我们辅助呢？不懂事，不懂事，不懂事。像这种情况，但凡用一发技能，那就要被队友喷。选择稳中求胜，好吧？你刚才二了，就真二了，兄弟们，没必要的，人不人头无所谓。带领队友走向胜利，才是一杆优秀的好狙。站着不动，你怎么回事呢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！你这个阵，我这……好吧，最后一波大招没打到，不然大招打到，反向闪现，一手普通攻击，抬走，见笑了，各位。我的这个手约还是有所保留了，兄弟们，这一枪中，下一枪中，哼，拿捏，这防御塔会补啊，存子弹。小老弟不露头了吗？我们需要用精彩普通攻击对他进行一波灵性小消耗，
我感觉有一股杀气向下路袭来，是吧？我到底有没有辅助？没有就早点告诉我。这一波压线吧，去中路。啊！啊！好，这一波是拿下路的节奏。万万没有想到，对面的射手拿了两个人头来折磨我。好，上路也爆炸，中路也爆炸，搁这都爆炸。选择埋雷。这一波估计，怎么说呢？暗影战斧会不会有点没用了？是不是直接碎星锤才能扭转大局？你说是不是？你真的是讨厌。好，他最终还是上了当，吃药。这是在送打几次辅助吗？我总感觉有点不太对劲，也说不上哪里，就是感觉不对，是吧？就很烦，就这个方向键有点不好控制，也不知道是调了个什么东西让我这个如此难受。兄弟们，动呀！给一炮，我相信你，再见，不值得相信。开玩笑，他们是个人呐！啊！吃药包。哎，我这个方向键是怎么只能固定在这里了呀？方向轮盘是哪一个？这方向灵敏度，灵敏方向键。这哪里啊？景表现什么的？好，可以，这样就舒服。你能泡到一个不，大哥？
什么鬼？给个大，给个大！这玩个鬼！冲脸上来玩了，气死！把我经济啊打没了。应该死了吧？等破军了，6800。一枪，一枪，两枪，两枪死了，挡一下，第三枪中了，谁露头？应该没人露头了。嗯，打出战。准备一枪，等破军嘛？为什么要逼狙击手认真呢？狙击手认真了，他们还有的玩吗？你说，嘎嘎乱杀。一枪，两枪，打不到，第三枪，这都不敢跟，这个夏洛特是怎么不敢跟老夫子带线呢？我真是不懂了，他攻速减完，这个老夫子不就废了吗？这也怕，这玩个蛇。看人心疼，这夏洛特怕老夫子，这你告诉我，他怎么可能打不过老夫子啊？攻速减完了，他怎么打不过呢？你告诉我。
下去下去，直接推上了塔，没人过来我就点掉了，几枪安排完，下去下去，动，啊，这是普通攻击，啊，这什么意思哟？这是完事了呀这。算了算了，这几个不好打，撤了。哎，三个人头拿不到头，就这样低调。真是不配赢，点塔点塔，算了算了，拿暴君吧。中路线，把破晓做了。都不敢进去吗？只剩一个塔了呀，拿个头龙吧，结果浪起来了，唉，挺难的。
拉扯。Nice, 宝贝儿。这还在打的风暴龙王啊。主宰棒，这风暴龙王爱了呀，结束了。云英每次丢大招，我们都以一个非常好的角度给他拿捏住，开启助攻，你绑，海白，谢谢九月落雪，谢谢。必须的吗？在二技能跟不二传说之中反复拉扯，找到一个合理的输出点，是不是？没毛病吧，兄弟们。你不能只会普通攻击，也不能只会瞄，是吧？这个感觉，这个切换，是吧？你要切到应该有的档位，好吧？你就有些人执迷二技能，不肯撒手啊！他玩百里守约，他选穿，他这九个人慌啊，他。是吧？硬是把这个二技能完成了望远镜，他把这个二技能一按，他感觉到自己到了上帝视角，飘在了这个云端。不可，你好好站着，按普通攻击他不好吗？是不是？这普通攻击感觉不行了，在二技能，二技能不行了，在普通攻击讲究一个切换，好吗？玩守约的同学注意了啊，这个很关键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